烫哦。到台北了，然后我今天就是想要记录一下，我今天要去做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所以想说记录一下给大家看。你们应该看标题应该就知道我要去哪里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等一下里面能不能拍，可以拍的话我再拍给大家看。环境超好的耶，我要来吃我的中餐，因为我提早到了。糖心蛋跟高丽菜，还有面包茶。我的妈呀，好多针哦，那有一点酸酸的，有一点点小刺痛。我是说刚刚擦的时候，现在还好。哇哦，酷欸，超级多针，我的妈呀！哦，还是不能动，还是躺回去好了。结束了，然后来上个妆。出去再跟大家分享。OK， 体验完了，然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，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感觉，就是，他就是要做比较多次，会慢慢改善，但是不可能想得太明显，我以为会很紧，但现在用完我觉得没什么感觉。然后之后他有说之后你要不要再继续做，但我目前是还好，所以就之后再看看吧。然后我要准备回家了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